本分局头城分驻所于111年5月1日9时许，接获民众报称自行车遭窃，立即派员到场。经警方调阅监视器影像，辨识车辆使用人为林姓冠窃，遂循线追查，并于吉祥路段发现犯嫌，立即通报拦截围捕，旋迅速查获犯嫌。全案依窃盗罪移送台湾宜兰地方检察署侦办。